41年之前，海洋孕育出最早的生命体，再慢慢变成鱼类，再进化成各式各样的生物。所以，我们的祖先都是鱼。大家过来看看这个，它的学名就叫马尔美特，也就是俗语说的美人鱼。这不就是一条咸鱼吗？ 给他们看看这个，不好吧？开门！哎呀哎呀，时针放开，放开！先生，我数到三，一二三，我让你放口！对不起，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大的八爪鱼，我很兴奋。